南诏的蚕丝地毯已经占据全球手织真丝地毯生产的80%份额。这些年我们坚持与时俱进，研发生产出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高道硕手工地毯，深受国外客商的欢迎。软黄金也都这么说的。俄罗斯、这英国、美国、阿塞拜疆、土耳其、德国，反正这基本上都是这些国家销的多些。Your carpets are excellent and in perfect quality. So I hope in the end of the month I will order more rugs. Please keep me updated when you will have new designs.我们的手工地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受认可的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，像我们公司现在招聘的营销人员很多都具备英语直播的能力，方便他们直接的与海内外客户沟通交流。